我是小蜜蜂程程，我现在出来了啊，不在家里头。出来了，放出来了啊！我放出来了啊！撒欢了。我跑这个滴水湖公园来练自行车来了。我觉得你应该也找一个。啊？你整不好到前面人不让你往里骑了。我走的快不快？都超过你了。你说会骑吧，然后还把还乱晃；不会骑吧，还能骑走。嗯。现在就是一个这么状态。我以前是会骑自行车的，然后后来已经十几年了，没有骑过自行车。嗯。今天虽然天气不好，但是小宋同学那个双休陪着我出来骑自行车。还是非常开心的，嗯，但是就是我们住的地方离这个滴水湖还是有一定的距离。你慢了就不会了是吧？对。我掉海里，你要救我。嗯，你就掉海里，我一个猛子就给你捞上来。慢点，媳妇，我还没买保险。是人工湖，这个，嗯，据说比那个西湖还大，比杭州西湖还大的人工湖。对，它就是专门造的一个公园呗，大公园。我看它这个滴水湖这个周边可以正常玩，怎么都行，好像建筑啥都没建好。嗯，这好像也是有年头了吧？但是你看这建筑全部都没建好。嗯，能帮我拍张照片吗？能啊，这个还没有后座，要有后座就好，自己买个自行车。行啊，买个自行车，买个折叠的，就不用买太好的，放在那个后备箱里，上公园里还能骑一骑自行车，在大街上我是不敢骑。看后面还有个小情侣，可以买个轮子特别小的那种，就是蹬的自行车，还能锻炼身体。就这个扫码用这个就挺好。哎，你这个衣服跟它还挺配呀、啊。我外卖到了吗？黄袍加身。有朝一日黄袍加身。你好像一个踩了一个儿童玩具，你这是这那个就是傻鸟。这个啊，这个自行车在你这个脚底下像玩具，你别给踩碎了。它这个共享单车还是挺结实的。嗯，就是围着这个湖转一圈儿，今天光线不是很好，这个大楼上半部分都在这个云层里面。滴滴滴，上车。这边应该是学生或者是某个单位吧，但是看年龄好像是学生来这儿聚会。这前面这块还有一伙呢，还个傻子。哎，这边还有一个学帆船的，嗯，帆船俱乐部。我这样我应该全程给你录了。啊？我说我全程给你录。你别撞上啊！咱俩别撞上，你在旁边，我想撞你。哎呦我的妈呀！赶紧给两步让过去。我再掉下去。看人家骑的多好。嗯、啊。我要骑快了的话，才能好一些。骑慢的话，又来车了，我要上去后面。你把手机收了吧，咱俩安全为主，撞你别掉下去。啊，这会儿我刚才网上看着我，这会儿我在网上看着我，咱俩骑上去。你上去吗？上不去，上不了。啊，上不去啊。上面顶。上面就是一个休息的，一个圆形的地方，可以观景。
这边可以看这个滴水湖。会当凌绝顶。看这个，这个大楼的一半在这个云彩里面。你小心点啊，小心点别上来人啥。嗯，累了咱就搁这休息，再累了咱就回去。我确实是有点累了。嗯，今天运动量有点大。也不知道这个骑一圈能多少公里。我看它多少了的。具体好像不知道多少。它是四点几平方公里啊。不是，我说这环湖一周得有多少公里？朋友们有没有知道这个？骑这个滴水湖骑一圈得骑多少公里？反正我是骑不动了，因为我之前我在一直在家待着嘛，没出来，没有什么运动量。嗯，我们就骑到那儿吧，今天。骑到哪儿？像那个白色的那个建筑那块。白色那个。对，鼓包那个。我看看啊，这个。对，鼓包建筑那块。嗯。可以。行吗？行。然后，咱就结束今天的旅程。行。今天有点累着了，锻炼身体嘛，不能这么得循序渐进啊。尤其今天我还学骑自行车呢，是不是？我突然间想起那个什么小品里边还啥玩意儿呢？啥？这在家待四肢都退化了。对，我在家待四肢都退化了。然后没有事儿出来锻炼锻炼挺好。嗯、这个滴水湖其实我认为挺好的啊，一个是这边的环境好，空气也好，人少了。我听朋友介绍的说这边褒贬不一啊，有的说好，有的说不好，但是我认为还挺好，环境挺好的，骑自行车人还少，对我来说特别友好的一个地方啊。然后接下来的时间我要买一个自行车了，锻炼骑自行车，以后我就平常出来溜达玩的时候就选这种免费的公园出来，那种花钱的人又多又挤，想有个什么活动坐下来都难，所以这样的公园挺好的。这边舒适惬意，对，感觉玩起来还健康。对，嗯，走，骑到那儿，走，目的地。